目前三级警戒是延长到后日，全台湾有2700多位视障学生，有的是自安尼去听课，有的是踮厝里学习。新新障碍点名是希望政府和学校就要赶紧依附障碍网站的标准，提升服务，让视障学生会当有大量的本子，结合报读系统，尽量莫去影响到线顶学习的效果。观点多么不为人知，这三争议仍在他的街坊邻居心中。有装报读系统的电脑，直直读出线顶图书馆的阅读资料，让完全看无的碑文，会当伫咧厝的听册。视障孙辉老师也伫咧线顶教伊操作。那你边摸读边念出来，天天看好了。可是确实，他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。蒙恨时期，一字一字把傲慢与偏见的内容读出来。视障学生阮鼓励上课的人旁，也会用点字册甲读册机来查资料。不会觉得有不方便，在家里上课比较舒服，因为可以吹冷气，学校没有冷气吹，就等于时间都被绑住了。帮他注意学校网站要有什么东西要留意的。全台湾有2700多位视障囡仔，有的是直接听课，有的还是伫咧厝诶学习。对囡仔来讲，所谓学习诶教材，拢需要专做 Word 档案，方便因用报读诶系统来听。啊，若教材字体、线条、色水、甲多样诶 size， 拢爱有够大。哦，啊，只是讲有一寡物件是较实体吼，即阮咧上诶时阵嘛是感觉。就头疼啊！那是老师给伊的材料啊，迄是无法度用报读的。比如讲，就这图片，伊都没有说明啊，或者是说，伊是 PDF 档，安尼阮用盲用电脑，伊那都无法度听得到。身心障碍人民表示，符合无障碍标准的网站，伫咧疫情期间，对视障者来讲是搁较重要。唔呐，进入线顶会议的安全码，拢爱数字化，图爱文字化。伫咧视障者定位点的功能也爱提升，才通真正看顾因伫咧线顶学习的需求。记者阿敏金、林学凯台北报道。